日月同辉增光彩，载歌载舞春常在。忙忙碌碌又一年过去了，我们迎来了2023年的华人新年。在这里 ，Scarlett 代表我自己，还有蓝胖子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在2023年新的一年里面，阖家美满，幸福团圆，爱情甜蜜，事业有成。当然，更加要恭喜大家各位在2023年的兔年这一年。发财发大财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carlett， 今天是腊月多少？20几？我看看手机吧。反正也不晚，还有几天就过年了。我们今天是准备和我的小姐妹们去逛假动卫星市置办年货，先上我另外一个技能满满的邻居妹妹家，她要给我做一个漂亮的新年指甲。小陈打个招呼呗。 Hello。就今天这成水果的碗有点磕碜，你放松。好好。对，怎么放松怎么来。嗯、啊，不用和我较劲儿。我没和你较劲儿，我有点紧张。打个招呼，森迪。Hello， 我们来吃。我们先吃个简单的饭，然后就去买东西了。哇，好香哦！森迪，好香哦！给个特写那边。嗯，哎，这个龙记好像是挺出名的一家，是吧？啊，嗯，这边的肉干应该都是挺受欢迎的。太有年味了啊。嗯，来这个33块啊，就年三十在楼底放了就行嘛，对吧？这个是拿在手上，然后它会砰砰。你拿，我不敢拿。买两包这个花生吧，这是中国过来，但是蛮好吃的。我我们慢慢逛吧，前面还有很多店，再来一点点逛。一对，两对吧？挂哪儿呢？总有地方挂，挂窗，挂那个阳台，挂阳台吧。要一对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各要一对。OK， 各要一对，也要两对。你怎么回去都什么的？我们现在买年饼，好吵，没带收声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应该是炸蟹柳。炸蟹柳，这种是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告诉我吧。我要一个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哦！你再吃一个吗？可以，来。油油黄梨酥，超好吃。啊，好吧，行，我还指望你呢。好好，行，那等一下有满上再说吧。没满上也不错。原贝我还有，发菜煲汤的。呀，快上去啊！海参，啊，海参，我是买点海参烧菜吃，它没有刺身啊。福建茶师傅，你要福建的吧？随便都可以，福建的吧。好，我也要一包吧。啊，没有榛蘑，榛蘑炖鸡好吃，我不知道哪一个。这个吗？蒸笼那个松茸。松茸啊，它没有，它叫吃的，它叫巴西蘑菇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啊？就是松茸，是吗？我们那边叫松茸。那买一包吧。嗯。这是啥？核桃糕。哦。核桃糕，这个很好吃的。大吉大利！
它是好吃吗？好吃的，这都是我。那我要一包啊，中国过来的呀。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有啊。我买东西都在这边买，你以后就过来这边。东西好齐全，这边还有桃胶啊。没买很多东西，因为太多人了。今天暂时先买一点，凑合这几天吧。过完年再来。这里日常开到6点，过年的时候开到9点。我都是在这边买所有的土特产。今天带的现金不够了，还好这里能刷卡。我过来买海参的，结果没人称，我只好拿了一包这样的。行吧，凑合着能做两顿饭。搬出来要拖个10分钟这样吧。啊、然后今天我们就还没结束呢，已经3点半了。我们现在赶回家，马家乐那边，但并不回家，阿哥马嘎，因为我们要去拿榴莲。我们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，只做了这么一趟行程，是因为到处在塞车。我们在干嘛？实际上我们只是在排队进餐厅要吃年夜饭。发疯了。恭喜恭喜，发财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啊，青春常在，春阳一爱情美满，不许找小弟。你秒忘了。小孩明年多干活儿。谢谢。两只手呢？祝个年生活愉快，谢谢阿姨，还是祝年快乐。哎呀，你看您刚从来不笑的，一到了发红包，特别开心，花一样。我们走走，祝你们家阿姨，祝我们一年一发红包的好人，长命百岁。你们四个人全部达成妈妈们和爸爸们的目标，该考上美国大学考上美国大学，该螃蟹阳后来螃蟹阳后来的，就是我们的心愿，肚子的。祝你们明年，你们四个人什么都不爱干，就爱学习和干活啊！妈妈，这是许愿这事吧？哪怕是许愿只有房吧，也是要封硬币的，你说？丢了，就因为丢了，丢硬币了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那就许愿。正好我们一起跨年了，今年哈。对。丽丽拿可乐吧，倒点可乐。这个没什么酒精度的。嗯。喝一杯。要吗？不要，要开车。来，拿你的小可乐。好。来。干杯！新年快乐！俺们山东人讲话，过年好哈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